上开启的是全员试炼舞台。就今天在看这个舞台，真的是一部回忆杀。哇！Name 姐姐非常震撼，舞蹈实力也非常强。其实我们不知道做得更好。我能亲眼看到这么震撼的舞台，值了。好看的。这一次非常有戏。那么究竟最终能否试炼成功？手机为什么没过？